我们来看看，做个实验，看看你在此之后能不能做个冥想。准备好了吗？直接进入水晶吧。好了，大家准备好。清一清你的嗓子，尝试来微微的微笑一点点，放松你的前额，放松你的眼睛，来到呼吸上，现在我们直接会进去到白光的部分，所以所有的事，一切事物就都是黑色的，然后你看着地平线，那里就有白色的光正在蔓延开来，这个白光蔓延开来，在你的上方蔓延，在你的周边蔓延，然后持续向地平线走去，直到那里有红色的光，充斥了天空，在你的周边，你走过红光，然后一切就都是黑暗的，都是黑的，你在黑当中进入的更深，更加的黑，然后又更深，更黑，更黑，更黑。然后就水晶，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从他自己那边而来的，我们在这里停留几分钟的时间，你想一想空性，尽你可能，尽你所能的理解的程度，在这里想一想空性。
然后你就从水晶当中出来，又变黑了。然后，就像落日一般的红光，强烈的红光。然后是白光围绕着你。从白光里你醒过来，醒到一个新，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有人们在彼此对自己彼此之间大吼大叫，之间在彼此争斗，任何的棍子或者任何的木棍石头他们可以拿到的，他们就拿起来，然后尝试的去击打彼此，杀死彼此，一团混乱，非常巨大，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地面有上千的人，数以上万的人在尝试在杀死彼此，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在杀死那个人之后，就是只想着一件事，要杀死对方，然后嘶叫着。突然之间你就看到有一个人看到了你，你也以完整的身躯出现在那里，那你睁开你的眼睛，然后某个人正在朝你冲过来，手上拿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他们就只想把你给杀了，然后他们冲向你，他们在头上击打你，你就感受到这种疼痛，你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然后你自己的这个意识啊，你就倒下了，一片黑暗，然后很深的红色，然后再是白色，然后再一次的你又有觉知了，你睁开你的眼睛，然后你还在同一个地方，人们正在嘶吼，尝试把彼此给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们，他们正在嘶叫着，然后你就奔跑，你逃跑，但是某个人从背后把你打倒在地，用石头将你打倒在地，你摔倒了，一切又变得漆黑，那再一次是红色的，周边都围绕着红色，然后是白色，然后你睁开你的眼睛，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巨大的森林，它有像牛一样的头，然后是牛一样的脸，但是身体却是人的身体，非常高，更高更高更强壮，他们手上一只手上拿着一条鞭子，然后鞭子上面燃烧着熊熊的大火，他们把你的手臂抓住，然后他把你拖向一堆火，在火的上面是有金属，像饼一样，比你的身体还要大，然后他们就把你强迫你，让你躺在那个炉子上面，然后一个人就把你摁在那里，然后另外一个就鞭打你，那个铁炉是火热火热的，上面熊熊的火燃烧着，然后你的身体啊被所有的线给缠绕起来了，你的身上全部都是黑色的印记，都是由于他们鞭打你的印记以及流血的印记，然后那个牛头的人又出现了，他拿着一把斧头，然后就顺着那条黑黑的线开始撕切割你的身体，就沿着鞭打的痕迹将你的身体切开来，把你的手臂切下来，然后把你的腿也切下来，
然后将你的胸膛也切下来，然后将所有的部位全部扔在火的周围，再一次你又变黑了。然后你又在红色当中，然后是白色，然后你睁开你的眼睛，然后那里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生灵，他有着人的身体，比你要高得多了，长着牛头的脸。他们推着你，在他们前面推着你，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矛啊，匕首啊，将你推向一个山谷，在高山之间的一个山谷峡谷，那里有着成千上万的人，你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他们推搡着你进入，去到这个峡谷，然后突然之间一块岩石就开始从山上开始掉下来，掉在人们的身上。这些山峰开始合拢起来，然后那些人就在中间被挤压了，所有的全部都被挤碎了，骨头、血、皮肤、头颅也都被撞裂了，堆大堆的尸体在那里流着血，你也在那里，一切又变成全黑了，然后是红色，然后是白色，然后你睁开眼睛，再一次的他们把你扔在火热的、灼热的铁板上、金属上，你在尖叫着。他们把你扔到一个洞穴当中，他们把你关到一个铁笼里，一个铁笼子里。他们在你周边点起了火，在笼子里面点起火来，你在燃烧着。你没有办法逃出来，那么在最糟糕的时候，在黑暗再一次到来之前，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哦，希望我的上师能够帮助我。你叫你的上师，你叫你上师的名字，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咒了。你请他们过来，请帮助我，请帮助我。火开始燃烧起来了，然后火就渐渐消失了，然后铁笼打开，你可以踏出铁笼，你就在一片美丽的绿草地上，在山一边的绿草地上，非常美的绿树，白色的树干，金色的树叶，微风习习，非常柔和又平静，日光照射下来，非常美丽的阳光一道一道的触碰着树叶，触碰着草。你的上师坐在那里，在草上，你跟他们坐在一块儿，我们就在这里安静的坐几分钟的时间，跟我们的把你带出地狱的上师一起坐一会儿。
然后你请求你的上师能够加持你，然后他们就微笑了，他们的身体呢就在空中浮了起来。当他浮起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就只有到你的手那么大小。然后他们就身体转了个向，跟你朝向同一个面向的方向，然后他们的身体就开始渐渐地来到了你的头顶，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身体的温度，然后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小，就像是你的拇指那么大小了已经，他们就开始向下降，通过你的中脉向下降，慢慢的像蜂蜜一样的向下降，然后他们来到你的心中，在你的心中，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他们只有一粒小小的砂糖那么大小，在你的心中就是你的老师，就像是一单颗的一粒小砂糖一样，然后他们就同意待在那里。那么每就在心中发出一个小小的祈愿，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样拥有一位上师。请不要动，深深的三次，进行三次呼吸。然后你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伸展一下身体。好吗？所以在你的闭关当中，你会去练习饮食，你在练习死亡。有的时候在水晶当中呢，你去尝试把它，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佛教的金刚身。那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呀、在地铁站里面待着，在地铁里面待着，然后呢。就去到地狱。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去到了首先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这些地狱当中，那么我们会练习啊去到那里，然后感受就是去感受在那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这是某一些地方呢我们是自己不想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就不去那里了，好吗？所以我就会花今天晚上的时间来提醒大家，就这个不同的地狱，我就只要讲其中的几个就好了，在你的这个冥想的小册子当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第三页开始，好吗？我想要你们去练习，
如果你在困在这个地狱道当中，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是请求你的上师来帮助你，这就好像是紧急状况一样。所以啊，尝试去地铁站下车，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去到地狱道的话，那么唯一的能够出去的方法就是去请求你的上师帮忙，那只有那是唯一的办法了。他永远也不要在那里哈，你不要就停在那个地狱道的这个冥想当中了哈。即使啊，你是要吃晚餐了，你就说赶紧的上师，你赶紧的来吧，我需要吃米饭，然后他们就很快的来把你啊带出地狱道。但不要你还在地狱道里面，然后眼睛就睁开来了好吗？你一定要出来，你待在那里其实很糟的运气。好，所以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那这些呢就被称之为八个热地狱，我们这些都是八个热地狱。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名字，对，就是等活地狱，就是倒下又起来的这个地狱。那些来到瓜城的人呢，你们都是知道这些地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来的话，那么我就跟大家在今晚的时候进行一下回顾，然后呢我就再来进行一些问答。好了，我们开始讲。在第一个热地狱当中，那它就被称之为等活地狱，它是最简单的一个了，就是最轻微的一个地狱了。那里呢就没有狱卒，没有其他的存在在那里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没有人在那里是分开的，没有分开的那些狱卒们在那里。那些在那里受身的人们，顺便讲一下哈，某个人就问我说，他说你是会在地狱当中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吗？然后你成长吗？不是的，你就在那里出生，然后你的身体已经长成了，就是跟我们现在这具身体是类似的，然后你就出现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恶业的缘故呢，在那里的友情，他们那个睁开眼睛的瞬间就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立刻感受到了愤怒，然后他们就想要，他们就手上拿到任何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个杯子啦，或者是一个花瓶啦，然后就直接就开始彼此的开始厮打了。他们事实上把他们的彼此之间的身上的肉都一块一块的切下来，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死了，所有的人都昏厥了，倒在地上。那么然后空中呢就发出一个声音说，愿尔等复活。因为他们的业力的缘故呢，他们就必须得再站起来，然后重新再开始打来打去。所以当你在做这个冥想的时候呢，我们啊已经是很多很多次的死去过了，很多次就有一个东西会撞击你，比如说像车子啦，或者是某个人拿某个东西击倒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倒下去了，你会记得那种感受的。我们就会说那种撞击昏迷的那种感觉，其实你会感觉的多次很多很多生里面你都会记得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是汽车啦，或者是子弹呐，就击中了你，然后你就死去了，然后你倒在地上，然后就变黑了。但我希望大家能够进入那个四个空性，你不会去到水晶那里，是黑的，是这个红的，然后再白的，然后当你这个白的时候呢，你眼睛睁开了，然后你又在地狱里面了，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狱当中待着，或者呢，你可以去到另外一个，让你有更多的选择。那里呢有八个地狱，我想要让大家来去练习，就是待在那样的地狱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而并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要作为一个参与者。你不是只是看着他们在跟他们看着他们打来打去而已，事实上是你想跟他们去进行相互看击。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他的七个热地狱吧。那听起来是很令人抑郁的、沮丧的，然后听起来就像是好像是一两百个成年人，然后再弹一弹，就是拿石头互相打来打去，就感觉很疯狂，是不是？如果今天晚上有新闻记者过来的话，那他们应该是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吧。就他们老师嘛，就在教这些人们怎么样打来打去。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些地方是存在着的。那么基督教呢，曾经也是相信的，他在基督教的书当中，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去谈论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勇敢，然后我们正在谈论这些内容，因为它是真的，因为它是从你而来的。那么在佛教当中，我们会说它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你而来的，好吗？那第二个，它被称之为 Tigna。Tigna 是什么？它是指黑绳的意思，黑色的绳子，在那里会发生些什么呢？他们鞭打你。首先呢，他们会有这种牛头、猪头，但是很大。终结者，是变形金刚，。那个非常大的那种，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进行反抗的，这他们太大了，他们就像山区一样的大高大，眼睛血红，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把那个人给杀了，他们就对你说把那个人给杀了，然后呢你就感觉到很害怕，然后你魂飞魄散，想要逃，然后他们就把你逮住，然后把你推倒在炽热的铁地上，然后那个就是燃烧的热锅啊，就是有几里长、半里长，然后就把你那个背部就摁在那个铁盘上，然后呢，他们就鞭打你，然后那个鞭子啊是热的，然后它是金属做的，而且是赤红的。所以每次他们击打你的时候呢，它会燃烧到你的皮肤，然后就会留下黑黑的印记。那然后呢，就有其他的人，然后去拿着锯子，他们是拿着锯子来的。你可以现在可以用电锯了哈，或者斧头啦、锯子啦，他们就沿着那些刚才黑色的印痕啊，就把你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他们把这些血肉扔得到处都是。然后你有一段时间没有觉知，然后呢你就又再醒来了，然后他们再一次的在你身上做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做。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留在第二个地狱里面，然后被多次的撕开。如果你觉得很疲倦呢，就是你厌倦了呢，你就可以到下一个地狱里面去。那这个地狱叫什么呢？这叫做众合地狱，就是聚集以及粉碎的这么一个地狱。那么这个地狱啊，是专门针对你啊，就杀了动物来作为你的食物，就比如说想吃肯德基啦、吃麦当劳啦这样的人而设计的。所以我就听到啊，上藏地的上司他在那个一个，他告诉我说，当我吃肉的时候呢，我是不会照业的，是因为我并没有杀死那个牛，我只是买了产品而已。但是世亲大师却说啊，你比那个杀牛的人还要糟，因为你正在付给钱给那个杀牛的人，然后而且不光你在杀牛，而且最好还不如说是你自己去拿把刀把那个牛杀了比较好。你不光是付钱啊，就给到那个人，还让他还犯恶业，因为你双重的恶业都犯了。如果你自己去杀那些动物的话，你只犯了一重的恶业，但是你不如就把他们鸡拿过来，然后把他们的脖子扭断，然后把他们杀了剖开来，然后去烹煮他们，这样的话至少你自己就得到所有的恶业，而不会导致另外的一个人也造恶业。然后我之前跟我的弟弟就说，我就说我把牛带到厨房里面，你把它杀了，然后他就你那个我们不如吃通心粉吧。
然后他真的是相信我会把牛扔到厨房里面来的。然后呢，你就去到一个峡谷啊，就是那种没有前路的那种单行的那种峡谷哈，它就是那个像峡谷一样的大小的，然后它会把你给击碎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人类，他们是很有那种幽闭症。就是那种在很狭小的空间，就比如说在小的那种柜子里面，或者是在小的车子里面，然后他们就变疯了，然后就变得很焦虑，他们就很害怕。那是因为啊，他们多次的都在这样的地狱当中的缘故，他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其实是记得的，他们的某一些部分是记得的。好，下一个是被称之为什么呢？嚎叫地狱，就尖叫。抱歉哈，我们这边在讲的是令人抑郁的，那接下去会更好一点。我给大家一点甜点。那么这个嚎叫地狱啊，在那里会发生些什么呢？当你进入的经过了白光，先是黑，再是红，再是白，然后呢又白了里面，然后你就打开你的眼睛。那这就是他们啊，就把你关进一个笼子里面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我是听说了的，但我没有看到哈。就是在那个那些恐怖分子啊 ，ISIS 啊，他们就把你，他们有那种轰炸机哈，就是扔炸弹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那个轰炸机就掉下来，他们把那个人啊就抓住了，然后他们就把他这个关在铁笼里面，然后在身上浇汽油，然后把火柴点燃，然后把他身上点燃。这个就是嚎叫地狱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把你关在铁笼里面，身上把给你浇汽油，然后把它点燃，然后呢你就整个人烧起来了，你就在这个笼子里面，你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你就只得这样死去。然后呢你就再一次醒来，就再一次的还是重复这样的过程。那下一个地狱是什么呢？在日地狱里面的这个就是大嚎叫地狱，就是比刚那么他就是啊，在你的一间铁室外面暂时还有一间铁室，然后他们在你身上浇尽可能多的这个汽油，然后双重的铁笼，双重的汽油，你就只能够嚎叫，其他的事儿什么也干不了。下一个它被称之为什么呢？烧热地狱。热，所以2000年之前啊，这个最强大的这个西方的国家是意大利，就是罗马，罗马帝国。如果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当他们杀你的时候，他们就啊把你啊放在十字架上面，然后那个十字其实就是一个杀人机器，他们把你的手脚全部钉起来，然后呢你就。因为在5-6个小时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呼吸了，然后那些鸟会来，然后你就被这么上了这个十字架给杀死了。这个呢其实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么死去的，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次性就要杀5000个人，都是用这种十字架的那种绞死的方式把你弄死的。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呢，其实是类似的，是地狱，它并不是说十字架，它只是是一根木棍而已，就是像一根木棍，然后它是铁棍，然后它是热的，然后是烧热了的那种铁的，然后它把你的身体就直接把你的腿拉开，然后直接把你这个人就插入了这根铁棍，然后这个铁棍的头呢从你的头顶上面伸出来，然后那个热热的铁棍啊它非常的热，然后它把你的内脏就是五脏全部都把它弄开来，然后烧熟了，然后火啊从你的嘴和你的眼睛当中喷出来，然后你就这样的死去，然后你就再一次的复活，然后你就再一次的回来，你就再一次的经历这样的过程。你应该是要感觉到那种他的那个脸，就是这就是这个静修营的目的好吗？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我希望你出这个静修营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教三宝啦，就如何能够寻求保护，就是从这些东西当中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保险，
就是比如说我不想要去那里的，我可不可以能够得到保险啊？没问题。那么保险公司名字叫什么呢？啊，那个保险公司名字叫做三保公司。所以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名字了，真的是真的诚实的。所以在这周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跟教给大家如何能够获得这个保险单，好吗？我们要来讲讲什么叫三保，什么叫做寻求保护，就寻求皈依。那它就意味着说，就是意味着说，就是得到保险。我能够得到保险吗？如果我不去，就是我不去那些地方，然后我三天之内都去做冥想，关于，然后有些人疯了，然后在不穿衣服，然后在我们这个闭关的山谷里面跑来又跑去的话，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的，不是在这里发生的，在我上师的这个山谷里面会发生的，几次都会发生这样的，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哦，那就意味着说他们真的冥想做得很好哦，我不想要去那里，所以请不要这样做。Michael 老师不喜欢把这些疯狂的人们一个个捡起来，这就是呢被称之为热地狱，就是烧热地狱。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是极热地狱，极热地狱。那么这个地狱呢，是跟刚才的是一样的。那么但是这些棍子啊，铁棍是要比刚才的要热两倍。那一旦他们把你啊，就把你的腿插开，然后直接插进那个铁棍子里面的，然后立刻你的皮肤就干掉了，然后整个身体都烧干了，就像是就是素食的那个热狗一样的，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火上。然后我跟 V 啊就很喜欢吃那个素食的热狗，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的，然后就在火上还在烤着，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样子的，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后就是那样子的，看起来就那样子的。好了，然后最糟的一个了，被称之为没有停歇，也就是无间地狱，比其他的地狱啊加起来总和还要痛苦。你呀、就只是像是全身都包裹着火，然后如果某个人啊就到那里去，然后看着你的话，很难去说，就是说 Michael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什么时候这个火会灭掉，你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你整个人都被烈火包裹着，熊熊的燃烧，没有一分钟你是有任何的安乐的，你没有丝毫的安乐。好了，那对此而言，我们能做点好的东西吗？好吧，我们来做一点问答好了，好吗？所以我想让大家在三天的这个闭关当中要做的就是去练习，去练习去到这些地狱当中去，你自己决定到底从哪里先开始，你想要从地震开始，还是从幻境，就是海市蜃楼开始，还是说你想要直接去到黑的地方呢？你自己来决定就好了。也许啊，你想要回去，回到临终的床上，然后你身体正在变冷，或者是你可能要再去到前一天，然后你的朋友们在谈说谁会穿那件好的衣服啊，他的那件好的衣服呢，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他的那件衣服，好了，让我来拿那件衣服吧。你就可以听到你的朋友是如何的想要去瓜分你的那些东西的。然后呢，他们就看到你了，他们就说，哦，你看起来更加的好了，哎，我觉得你会变好的。你就可以其实在另外一个房间听到他们在那里面讲说，哦，谁能够得到车子啊，哎，谁能够拿到他的衣服啊，你就可以回到那个天，然后你可以再向前，你就去到了五个这个死的外在真相，死亡的外在真相，然后去到这个四个什么出众的元素，然后再去到四个细微的元素，然后再去到四个征兆，当你在第四，然后呢就四个空性，当你在第四个空性的时候呢，你再可以跟四个空性的品质来这里来玩一玩，
然后你可以停在那里，你可以就停在空性当中的，没问题。有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有趣。在早晨，我会建议在早晨，那么早晨的，对大部分而言，早晨的冥想是最清醒的时候，我建议在早晨的冥想当中，你可以停下来，在这个水晶当中，然后尝试去懂得更多。你可以停在那里，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总是对我而言就是脾气很坏，然后我就会去到地狱，第二个地狱，两个地狱。我们当然也不会对地狱觉得很不开心，我就是叫我的上师好了，你可不可以把我带出去啊，然后他们说好的。不要忘记哈，要把你的，请你的上师把你带出去。我们来讲另外四个呗，然后我就保证说我等一下会接受大家的问答。你们大家需要一个休息吗？啊，不需要。 OK， 好，我在20分钟之内就给到大家一个休息嘛，就是只是去方便一下。那这里呢就被称之为这个靖边地狱，就围绕的地狱啊，你就会看到有那种点心，就是那种热的点心 ，dim sum， dim sum。啊，我可是专家哦，啊，我做了一个视频，就做嬷嬷的那种，视频。他说你不能够，格西老师啊，你不能够把我拍个视频，然后把我拍在里面。曾经我的上司让我来做一个视频，然后我没有这么做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然后你把肉啊都切碎，然后呢就是把它弄就像饺子一样的边，然后那个它的形状是圆的，然后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就像是竹子一样，然后底下呢就是有水的然后它就会就像蒸笼了，就是这样子把它蒸出来的，所以它的那个地狱啊，其实它的结构就像是类似蒸笼一样的，它其实现在是圆柱形的，然后有一层一层的，就像是有地下停车场那种。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逃到边缘的地方去，你可以逃到这个墙的地方去，你可以，你会看到有一个门，然后你想要出门，然后你说哦，那里有扇门，我可以逃出去。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有四个门，然后你就去到门口，然后但是重点是它还有更多的四层的这个地狱，那这个被称之为靖边地狱。那第一层呢就被称之为胃坑，它就被称之为就火坑，胃胃坑。第一个，所以啊，第一个就是在门外面的第一层。他们在亚利桑那州也这么做哈，就是他们会挖一个大坑，然后呢，他们就把木头扔进去，然后他们就把火点燃，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整头牛，然后就把它弄在一根杆子上面，然后架在火上面就 barbecue 把它给烧烤，那么。那么那个就是第一，那么那个状况就是我们这个胃坑里面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啊，你的身体就是脚啊，就是到这个灰尘当中去了，然后下面呢就是火呀，就是火热的火呀，当你把腿提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只烧的只剩下骨头了，你的腿。那么在你啊，再下一步踩下去之前，你的脚又复原了，然后你就再一次踩进去，然后再一次的被烧焦了，然后再拔出来又复原，然后又踩进去，然后又被烧焦，就这样，你是没有办法往前走，你也没有办法往回走，所以你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的在那里奔跑，那这就是第一个靖边地狱。
有的时候在你的闭关当中，你就应该去练习去到那里，这也不是很难困想象去那里的，也不是那么困难的，因为你已经很多次很多次去到过那里了。你只是对我而言是很简单的来告诉他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因为你的心中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你多次的已经去过那里了，你的某一个部分是记得的。那么第二个，然后呢你就去到了一个沼泽地，它呢就被各种的尸体啊死尸给充满了，充斥着，然后那个气味极其难闻，然后你就想说啊、哦，好吧，就很恶心啊，我想要逃离，然后你就踏进了那个水里面，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这种食人鱼，然后他们就开始吃你的这种脚，然后呢，你就尝试着去利嘴的虫子，呵呵，然后呢，他们的牙齿就像是金属一样的，然后就非常的疼，然后就开始吃你的肉。那这是第二个禁边地狱哈。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像是这张图上的样子一样，有那么一点像。第四页，就像是这个沙漠，它全部都被刀片给覆盖满了，但是这个刀片是朝上的，就是刀片刀锋是朝上的，然后是很硬的，就插在这个地面上的，然后你就在这个刀口上面奔跑，然后他们都是像这样子的，所以每一次啊，你将你的腿踩在地上的时候，然后都被刀片给划开了。说那个地狱呢是有三个部分的，那刀片的那个部分呢是第一个部分，它其实这个周边禁边地狱是有三个部分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被称之为建业岭，刚才是利刃堂哈，现在是建业岭。在你跨越过利刃堂以后呢，然后你就看到一些树林，然后就说啊，我要在那些树下放松一下啊，我终于逃出地狱了，然后你就走到这些树下，不料呢这些树叶就变成了利剑，然后他们开始落下来，然后将你的手也切断，把你的脚也切断，把你的脸也切伤。我的朋友啊，他就穿越了，这个就是很不小心把那个门给那个弄破了，然后有其中一片就落下来，然后把他的鼻子就掉下来的时候，把鼻子直接切掉了，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掉下来的刀片。然后就把你的手臂脚臂全部都割下来。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它被称之为舍莫利树林，你也可以说就是树干全部都是用刀做的这些树林。在你家中啊，最爱的是哪一个人呢？就比如说 Elena 对你而言可能是你的儿子吧，那么你就会听到你的儿子的声音是在那个树的顶上，他在说妈妈你要救我呀，然后呢你就尝试啊去爬树，然后这些刀树啊它的就向下朝向了，剑刃就朝下了，你就听到你的父亲母亲儿子之类的在树顶说妈妈救我，然后你就很努力地跟那些刀剑对抗，爬到树顶，然后你到了树顶以后呢，那里却空空如也，就只有这些鸟啊就能够来吃你的眼睛，然后你就说我要那个向下爬了，然后这些剑就方向就全部都朝上了，然后当你下树的时候，那他们就是把你身体给切伤了，如果你不下树的话呢，这些鸟就飞过来吃你的眼睛，吃你的脑髓，所以这就是第三个禁边地狱。那么第四个禁边地狱是什么呢？那这都是墨西哥的教课的时候我们教过的，你们已经听过的其中有一些人。那么然后呢你就来到了一条河，这个被称之为无法跨越的河，也就是无极河。那当你进入那个河的时候呢，这个水啊就是酸液浓酸来组成的，他们就会把你的这个身体给摧毁掉。
我告诉谁啊？哦，抱歉，应该是无极地狱哈，冥想上面写错了，不是那个喊叫，就是圣莫里铁树林后面是无极河，请大家注意一下下。所以你最好知道你自己已经在哪个麻烦里面了，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惹上麻烦了，好吗？大家休息一下中场，好，十分钟的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就问一些简易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们就可以上床睡觉了。非常好，好了，我们来开始问答吧。好，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哎呦，你直接从你老公那里拿了个麦克风啊？不是，我是从 Harold 那里拿的。好了，我有个问题是关于你提到了，就说那个水晶，然后你就说到了，首先前面两个呢，就是水晶的两部分，就是空性向你呈现出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啊，就是把它认知为就是空性。然后你把它称之为这个是显宗的这个部分，就是人们已经是对于已经是学过了这个笔的这个故事。如果对于那些没有解释过笔的故事的话，只是那空性呢会呈现在他们面前。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说我那么他会说，我们会说他对每个人都会发生的，那他们都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认出来。那第二点呢，就是并不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是一个圣者哦，所以这真是一个问题。如果空性来到我的面前，在死亡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我是不是一个圣者呢？那就意味着说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但你却没有认出来。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那么我是不是你需要去到第二步的话，你是需要有人跟你解释过的，对不对？是的。那里有一些特别的人啊，有一些特别的人，比如说像是爱因斯坦呢，或者是爱迪生呢，汤马斯爱迪生，然后他就发明了上百样东西，或者史蒂夫乔布斯啊，我们就会说这些人呢，他们已经在过去世啊就收集了好的业力。我们不相信好运气的，我们也不相信意外，我们也不相信说某个人呢他就是没有受过训练就立刻懂得了。如果他看起来他们懂得就没有受过训练懂得了，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五千世里面都已经是被受过训练了。好了，再一个问题，谢谢葛西老师来教给我们，特别是关于这个不是密宗哦，也许所以呢，对于坏种子会什么样呢？如果你有个机会能够跳下地铁站的话，那些坏种子会发生些什么呢？哦，我就需要那个生命之轮的图，我也需要你的激光笔，我还是想要把它带回家，然后呢你就丢了你的激光笔喽。有好，那么这边有多少十二因缘当中有多少是关于业力的呢？是两个，是第二，有两个。那么两个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二支当中的，这是叫 sanskara， 这是新鲜的业力，也就是你刚刚跟你的伴侣有了一次争吵，就在此处。你刚刚啊就种下了西瓜的种子，在你的三月份或四月份的时候刚种下西瓜种子。那么然后呢的第十支，那么那个图片是什么呢？就第二支是在干嘛？它是在做陶器，对不对？它在制造新的业力，这叫做 sanskara。 然后呢这是第十支，这个人他在干，他就去到肯德基吃很多，或者是呢他就怀孕了。它的意味就是说啊，它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西瓜的种子，在七月份的时候，它
已经就准备好即将要打开，它已经有水有热，然后又有时间，它已经准备好要打开了。那么是什么给种子浇了水呢？是什么浇了水呢？是谁在制作陶器的人以后呢，变成了一个怀孕的女士呢？现在我需要整个生命之轮的图片了。这第这第八支跟第九支十二英轮里面，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激活了你的业力，他们会使得它会提前会想要打开。很多他们就像是水或者是阳光一样在种子上面，那这个种子在这里呢还没有准备好打开，然后呢阳光和水就来了，然后呢种子就准备好要打开咯。如果你从地铁上跳下来，那么你还是有这些的，但他们永远都不会去到那里，他们就永远的住在你的意识当中，然后永不打开。为什么呢？因为水已经消失了，阳光也已消失。水跟阳光是什么呢？就是事物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人也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如果种子啊不到那些的话呢，他们就不死去，但是他们就一直在地里面，永远不打开。然后佛陀啊他就走来又走去，但是呢带着上亿的这些旧有的种子然后他们就只是在那里而已。他们有多大呢？所有的种子在无数次的这个无数生当中积累出来的种子都是在针尖那么大小，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人们家问说，佛陀你到底还剩多少呢？他就说啊，我还有几百亿吧，几千亿吧，那他们种子怎么样呢？他就说，哦，哎，在冷冻库里面呢，要冻多久呢？哎，永远都冻在那里。你会要把他们消除吗？没办法呀，你没有办法打破业力的法则呀。他们会打开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阳光，没有得到水分。对，所以如果你从地铁上跳下的话，你还是有那些坏的种子的在你的意识当中，但是他们就像是一个足球，然后是在俄罗斯一样，就是说哦没关系的，他没关系的，没问题，没有问题。他那里有在那个那在俄罗斯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多了一只足球，没问题的，土地那么大，装得下的。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因为那个老人家已经昏昏欲睡了。那我们明天怎么样啊？明天继续讲好吗？那我们明天继续讲好。我们这是已经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感谢大家的兴趣，能教大家我非常的开心，我已经等你们大家等了好久了。